主料粉一汤勺，辅料凉开水一汤勺，煮开的水五汤勺，糖、生醋、酱油、蒜蓉、葱花、油辣子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一勺子粉加一勺子凉开水拌匀，加到五勺子煮开的水里快速搅匀，小火煮到冒泡就好了。稍凉就将它倒进饭盒里，放冰箱冷藏的冻结。调料加点糖、陈醋、酱油、蒜蓉、葱花，最后少不了的当然是要加上我闻秘制的油辣子，那才能算叫四川凉粉了。烹饪技巧像模像样的，但味道还是不及川菜馆里的，可能是制造的人不是四川人的缘故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